首先很感谢客户找我们工作了，我们很珍惜每一个工作的机会的。然后同一方面，我们就并没有因为侧重哪一个方面，譬如说拍摄广告而忘了其他的工作。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做音乐啊、拍电影啊、电视剧啊、广告也同时间在进行的。那我们希望的就是找一个平衡吧，就是可以兼顾好各方面的工作，然后做好一些给大家看。就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给我们的机会，然后我们都没有去想太多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多，什么是少，就是每一个工作，然后每一个机会都好好的去做吧。